账号内容全部为原创，禁止抄袭转载，欢迎订阅，多多留言。近日韩媒那边传来消息，大使节目犯人就是你，在收获了第一季良好的口碑后，第二季的拍摄也提上日程。不过遗憾的是，前一季的固定班底成员李光洙已经明确了不再参与第二季的制作，从该节目中下车。此消息一说，引来了很多网友的讨论，大家表示李光洙是节目中的搞笑担当，失去了他，这个节目肯定少了很多乐趣。再加上我们的长颈鹿为节目做出了很大的奉献，怎么能说不参与就不参与了？对此有知情人透露，李光洙参与第一季本身就冲着大神刘在石的面子来的，他为第一季的节目造势，现在效果已经达到，况且李光洙本身的 Running Man 这档固定班底的节目需要他投入巨大的精力，再加上李光洙想继续踏实演戏精力有限，所以选择从犯人就是你第二季下车，这一说法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。据悉李光洙前几日在新电影老千三的开机仪式上亮相，和主创们一起说说笑笑，看来我们的长颈鹿目前要拍摄这部连续电影了，有一段时间要离开镜头专心演戏了。电影老千系列的男主角本来由 Big Band 成员 Top 来担任的，不过目前 Top 正在服兵役，而且经历了丑闻事件，显然不适合再担任男一号这一重任，所以李光洙跑来救场参与老千三的制作，估计是单机冲突，所以从大使综艺下车。回顾李光洙的演艺生涯，这一路走的也是不容易，本来就不是韩国民众心中花美男长相的李光洙，一开始只能饰演搞笑人物，通过扮丑来博得关注，好不容易成为好男固定成员，也是综艺中受欺负的存在。好在光洙他是学习搞笑技能，努力融入综艺，所以在经历一段时间后，也逐渐获得了很多观众的认可。然后李光洙顺利找到自己在综艺中的定位，他不可能和同龄的宋仲基这类花美男相比，所以只能另辟蹊径，靠被欺负卖惨来获得同情，再定一位背叛者娱乐大家，成功成为跑男中不可或缺的一名成员。转眼间跑男已经播出了8年时间，李光洙从这个节目中收获颇多，同样他也给跑男带来了很多精彩表现。现在的李光洙被称是亚洲王子，也是因为在综艺中的良好展现，让亚洲地域的很多观众都成为了他的粉丝。期间李光洙也没有放弃自己所喜爱的本职职业，一直尝试不同的角色饰演，通过多年的努力，李光洙的演技也得到锻炼，虽然还不足以和一线演员媲美，不过也是实力级别的，所以这次李光洙参与老千三，也是想给自己一个机会多拓宽戏路，喜欢李光洙的朋友们也不要为他从综艺下车所遗憾，毕竟我们的长颈鹿还有跑男啊，喜欢他的朋友们可以从每周日的跑男中看到自家偶像的身影，能每周给观众带来欢笑，我们的长颈鹿真是让人喜爱。你们喜欢这位韩国综艺明星吗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们对李光洙的看法。 PS 本文结束，欢迎订阅，多多留言，历史内容更精彩哟。